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啊！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665页最后一行，前面经文告诉我们的是在地面上啊，行道自在。这一段是讲在空中啊，我们看经文，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，经行思道及坐禅者。经文里面特别重要的就是讲诵受听啊，讲经诵经啊，接受经典的教诲。这个接受是一定要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落实在工作当中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真正得到经典教诲的受用啊，这真是利益了。如果只是听懂了，没有把它落实在生活上，这怎么看法？赵安嘉大师告诉我，我跟他学的时候是20几岁，26、27岁，我记得是26、27、28，我跟他3年啊，我向他老人家请教，他老人家说得很痛快，他没听懂。说得好，真听懂了，哪有不落实的道理啊？落实才得真实受用啊，才是真实智慧啊。啊，似懂非懂，听了之后没有透彻的理解啊，我们讲的一知半解啊，那个不太可能落实。真正听了之后落实，他听懂了，他得受用了
啊，这个受用如果时间长，他很可能会开悟。啊，为什么？佛跟圣人之道，没有一个不是叫我们放下欲望。啊，佛教人第一个叫菩萨六波罗蜜，不是。啊，布施是什么？是舍。舍什么？舍欲望，舍错误的知见，要把这个放下。我们的知见全有问题，谁的知见没有问题？圣人的知见没有问题。为什么？他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明心见性的人，起心动念生智慧。啊，凡夫起心动念生烦恼。生什么？自私自利，不一样啊！啊，那么今天最大的难题，就是一般人不相信有圣人，不相信有真实智慧，认为把知识当作智慧，一定要学来，没有学怎么会知道？智慧不是学来的，从自性里头自然流露出来的。啊，为什么？真心。圣贤用真心，佛菩萨用真心，六道凡夫用妄心，别说是人，二十八层天还是用妄心。啊，连证得阿罗汉果、辟支佛果，依旧用的是妄心。啊，但是他那个妄心用的正，完全遵循佛陀教诲，用的正。啊，是妄心，但是从妄心里面看到智慧。啊，真正大彻大悟了。他起心动念，也就感应道教，啊，别人向他请教是感，他就有应，啊，答应，应是自然的，应是从自性，就从真心里面流露出来的，是无量智慧，能解决无量问题。东方圣者，诸佛菩萨教人求智慧，教人开智慧的方法，什么方法？清净平等觉就是方法。只要你得清净平等觉，智慧就现起。那凡夫为什么不行？凡夫没有清净心。心是染污的，啊，心是浮动的，不平等。心是迷，迷在欲望里头，啊，迷在自我，总认为身是我，一切要为身的利益去着想，迷在这上面，不知道身跟外面境界全是假的，他不知道这个，这真相不知道。啊，所以他的心是染污的心，是不平等的心，不平就是起波浪的。啊，所以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迷而不觉，他生烦恼，不生智慧。
这个道理很深啊。真正懂得这个道理，认知这个道理，都不是简单事情。所以佛教跟圣教在这个时代复兴起来是有一定的难度。难度在哪？在学习的人的心态。圣贤教育学习基本的态度两个，真诚心、恭敬心。印光大师说得好，说了几十遍，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，得一分智慧，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，百分诚敬得百分利益，万分诚敬得万分利益。那么现在的人对父母、对师长、对圣贤、对佛菩萨没有恭敬心，没有真诚心，他怎么学？佛菩萨来教他，他也得不到。我一生遇到这三个老师。第一个是方东伟先生，第二个张家大师，第三个李炳南老居士。这三个人都是受过古圣先贤教育，而且是真正得到受用。他们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的人接物。我有这个缘亲近这三位大德。三位大德教人，完全是看来求教的人有几分诚信心，他就教几分；没有诚信心，他不教啊。印光大师说这个话，我能体会到啊。我说的很坦白了，要是用古时候的标准，这三个老师我亲近不到，他不收我。为什么？我的诚信心不及格。如果用分数来比较的话，古人诚信至少要达六七十分，老师才收你。八九十分，老师非常欢喜，会很认真教你。那我有几分诚信心？我估计自己顶多三十分，达三十分，他就把我看成宝贝了。为什么？学校里的学生呢，大概只有三分五分吧，我比现在的学生分数要多很多。但是跟古人比，我不及格，这个要知道啊。所以我得的这一点东西，就用净土法门来说，我肯定下决心学这个法门，费了三十年的功夫。我讲经教学没有中断，三十年我才真正相信净土，对净土才不怀疑。
所以这个法门，诸佛菩萨都说难行之法，我听了有很深的感触，真难行啊！我用了三十年的时间才接受啊！啊，那介绍我的呢？我一遇到佛法就禅云法师就介绍给我，啊，那个时候我还有工作。啊，有缘认识禅云法师，他劝我念佛，啊，劝我读莲池大师的疏钞，偶一大师的要解，优希大师的圆中钞，这是弥陀经三部重要的注解。啊，我很用心的读，还做了笔记。啊，我对净土有概略的认识，不回谤他了。以前批评，不敢批评，对他很尊重，但是我不想学。啊，我还是想学华严、法华、楞严这些大经大论，啊，很能吸引人。啊，到85岁才真正彻底把一切经教通通放下了，专讲这些部经，专念这一句佛号。为什么？为的是想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我这个做法，我相信有把握。道理在此地。啊，那么我们今天普遍看到学生从小学到大学，心浮气躁，啊，我在学校也上过课，啊，有时候学生也不少，讲堂坐得满满的，那什么好奇，不是真想学东西，好奇啊，看到一个和尚到讲堂来，啊，这堂课和尚来上，这么个意思我都能理解啊，啊，要是我常常讲他就不来了啊，一年偶尔有一次两次他们回来。啊，所以经上这一句话看起来很简单，讲诵听受这四个字。含义深广，无有穷尽。啊，要常常讲，要不停地去读诵。为什么？修定嘛，你就晓得了。把清净心给讲诵出来，把平等心讲诵出来，啊，然后把大彻大悟讲诵出来，这就成功了。讲要认真，要用真诚心讲，要用恭敬心讲，啊，学要人要用至诚恭敬，教给别人也要真诚恭敬。离开真诚恭敬，不是佛法，假的。啊，有真诚恭敬，世间法都是佛法，没有一法不是佛法。
没有真诚恭敬，大乘经典都是世间法，都不是真，不是佛法。这个道理，事实我们要知道。那么底下这一段，接着一段呢，是得果自在，就成就了。获得虚陀洹果，获得斯陀含果，获得阿那含果，获得阿罗汉果，未得阿惟越知者，则得阿惟越知。这是第十六品。十六品里头有这么一句话：未得阿惟越知者，则得阿惟越知。这句话很重要。前面这四句就是小乘的四果，虚陀洹初果，斯陀含二果，阿那含是三果，阿罗汉是四果，阿罗汉就毕业了。虽然是小乘，都成为圣人。为什么？证得虚陀洹，就得位不退。他没有离开六道，他决定不堕三恶道。他在六道里面就是天上人间，人间寿命尽了他升天，天上寿命到了他又到人间来，他不堕三恶道，得了保证书。他要修相当长的时间。经上告诉我们，天上人间七次往返证阿罗汉果。人间寿命短了，天上寿命长了。其次，这个世间天文数字啊，我们无法想象。下面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右面这段经文说明，彼土人民随所修习，过得其果。虚陀洹乃至阿罗汉，乃声闻乘声果之差别。声闻是闻佛说法而证果的，这叫声闻。鉴别它不是自修成的，它是听闻经教，研究经教，慢慢向上提升的。下面把这四种做简单介绍。一虚陀洹，这是梵语音译的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叫入流。这个流是什么？这个流是圣人，小乘圣人，他入了小乘圣人之流。他不是凡夫了。或者是欲流，或者是逆流，逆流是逆生死。这个生死是讲六道轮回。决定不堕三途了。又名初果。小乘有四果。这是小乘初果。入流跟欲流同为一义，为从凡夫出入圣道之法流。逆流者呢，为入圣位逆生死之破流。
他虽然还没有完全了生死，超越六道轮回，但是他在这个路上走，向这个方向迈进，证得四果，就超越六道轮回了。换一句话说，证得四果阿罗汉，六道轮回就不见了。六道好像是一场梦，醒过来了。这是一场大梦。醒过来，他到哪里去？醒过来的境界是四圣法界，就是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。他进入这个境界，跟六道轮回完全脱离了。所以叫入圣位，逆生死之破流。这于上文，于上文字虽异，实意相同。那么他修什么？下面说出来：断三界之见惑，即得此果。三界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欲界里面有六道轮回。色界就超越了。色界有十八层天。色界在上面有无色界。无色界有四层。换一句话说，22层天。这22层天是在我们六道轮回之内，没出去。如果出去，就证阿罗汉，成功了。要出不去，出不去很麻烦，他还要往下堕落。换一句话说，地狱魔鬼畜生，他还是灭不了。所以除六道是每一个学佛的同学主要的目的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有几个人学佛是为除六道轮回？太少了，真的不多。为什么？真为了生死，念佛求生净土，那个人就变样子了。变成什么样？变得很像人样子。人样子是什么？中国人的样子，无伦无常。一切时，一切是处所。他决定不会违背，他养成了一个习惯，对人的关系搞得很清楚，决定遵守，不会有过失无论是人的关系，父子有亲，夫妇有别，君臣有义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他真做到了。无论他是什么身份，富贵贫贱，他都活得很自在。为什么？他明白这个道理，他懂得因果。这种人肯定是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。这关系，人跟人的关系之道啊。那么是个标准的中国人。
有五个条件，这五个条件不但是标准的中国人，也是标准的佛弟子。无常跟佛法里面的五戒完全相同，遵守五戒啊，五常是五个字：仁义礼智信。这是中国人，啊，我在过去错的时候初学佛，啊，有几个很熟的书店，我身上没有带钱可以买书啊，看到好的书想看，我给店员打个招呼，他那场登记啊，什么时候我把这本书拿去了，我什么时候有钱我什么时候来付钱。朋友跟我去一道的时候，哎，他说真的很少见的，他怎么就让你拿去？有信用吗？他相信我，我不骗他吗？啊，我有钱真的首先来还他。啊，人要有信，没有信还能做人吗？啊，寺院里头有流通处，负责管流通处是个年岁大的人，大概五六十岁，啊，那时候我们只有二十几岁，啊，五六十岁是长者了，啊，对我也是很放心，啊，好书一来的时候已经介绍给我，啊，我拿回去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给。有时候时间太长了，我送钱去的时候他都忘掉了，他忘掉我没有忘掉，啊，这是中国人啊，人跟人哪需要定契约的，那笑话了，那连记账都不需要啊。啊，守不守信，不守信就不是人了。啊，五常这五个字，第一个是仁，仁是爱人。你看二人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啊，义是讲理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或情或理。合法面面都顾到啊，啊，有意义啊，有理啊，理是礼貌理解啊，不过分也不能不到位啊，要恰到好处，智是理智，不能感情用事啊，感情用事容易出毛病。后面是信，决定守信用，不妄语，不欺骗人啊，别人骗我我知道，不要去跟他争论啊，我们用诚信慢慢去感化他，有些有善根的半年一年感化过来了啊，有些他阴阳这习惯了
啊，他就是没有信用，就喜欢骗人。啊，那骗人我们就小心谨慎。啊，小的地方可以让他，随顺他。啊，重大的，我们没有这个能力，就不能随顺。啊，佛家无戒，不杀生是人。啊，不偷盗是义，不邪淫是礼，不妄语是信。啊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恶口，不绮语，都在一个心里头。不饮酒，啊，是智。啊，酒醉乱性呐。啊，所以佛家戒酒很严格。啊，这个是取得人道资格的标准。啊，人一生能够持五戒，啊，能够修十善，来生不堕三途，还能得人生。啊，如果积的够，累积的功德高，好事做得多，到天道去了。啊，欲界有六层天。啊，欲没有断，也就是自私自利没有断，升天就是欲界这个六层天。啊，越往上面去，越淡薄。啊，欲界天是上面是色界天，色界天修禅定，四禅八定，到那个地方去。无色界界天修无色界定，有四层天，这是六道。啊，那么出国修什么？要断见惑。啊，见就是你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，这个看法错误了，或是迷惑，你不是正知正见，你是邪知邪见，错了。啊，它有五条，就是五大类。第一个是身见，啊，也就是认为身是自己，这个错了，身不是自己啊。啊，佛家讲我，啊，我的定义是什么？第一个。是当家作主，身能不能当家作主？不能。为什么？我想年年十八，做不到啊。我想长生不老，做不到啊。啊，我想不老不病，做不到啊。那这就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这第一个做主。第二个自在。啊，我们这个身不自在。我们完全受他的拘束。
啊，所以你从这两方面去观察，他既不能做主，也不能得自在。这个见解错误的，所以生不是果。要把身见放下，这个东西是假东西。所以佛门有一句话说：“借假修真。”虽然是假的，你要用得很妥当，它能帮助你真正。造作六道轮回业是身，身与意叫三业。啊，享受人天福报也是他修，也是他。超越六道轮回行，你真正把身见放下啊！你看虚陀环身见就放下了，虚陀环不容易真的了。你还把身看作是自己，有身见，你是凡夫，出国没份呢。啊，所以修行人头一桩大事情，要把身看得淡，决定不要沾名闻利养。为什么？沾了你有留念，你就更不容易放下了。啊，先放下名闻利养，有身不是我。啊，还要放下对立，对立是边界，啊，边界是两边。我们用对立，大家很容易体会。啊，放下对立，就消灾免难了。啊，为什么？不给任何人作对，你跟我作对，我不跟你作对，这就对不起来，那就化解了。啊，所以化解灾难，化解怨恨，化解冤仇，从哪做？从自己。不从对方，从要从对方的话，永远不能化解，从自己啊，这个功夫要做啊！啊，念佛的人用一句佛号，念念都是阿弥陀佛啊，把所有一切冤亲债主全部解脱了，全部化解了。化解之后，心情自在啊，快乐，法喜充满，长生欢喜心啊！别人侮辱、羞辱、障碍我、陷害我。都能忍辱波罗蜜啊，都能够接受，不放在心上啊，结果的人放下了，假的不是真的。我们总是以一个真诚心对人啊，对待冤亲债主也真诚，绝不欺骗。啊，他回报我，我不回报他，连反驳都没有必要啊，冤枉了，深冤，没有这个必要。为什么？假的不是真的吗？啊，你还要心里有不平，还要深冤，有怨气，你没有放下了啊，这种痛苦给你带来了就边界。
给你带来的忧患，给你带来痛苦，给你带来灾难，要放下。记住，我是常常劝人，人一生能做到不跟任何人对立，你的羞耻就有功德了。你学佛还有五种见，不要修了。为什么？这一生寿命到了，依旧是善恶业在做主，你搞六道轮回呀，你出不了六道啊！学佛的人不少啊，我们看到很多，要引以为警觉，引以为戒，不能走他这个路子，要走祖师大德的路子。这些日子我们协会重新编辑黄念老居士的报恩谈，后面有两个附带的，一个是华严经的十卷本，说明无量寿经上全有，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，让我们升起信心。第二个附的是晋宗历代祖师的传记小传，也就是介绍，把谭鸾道卓加进去了。这是早年夏莲居老居士、黄念祖老居士给我谈过，我们现在照办了。这些祖师大德都是我们最好的榜样，读经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永明延寿大师，净土宗第六代的祖师，现在加两个进去他就第八代了。这个老人一生念《法华经》念了多少部？13000部。古人的标准是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永明大师念《法华经》13000部。他能不开悟吗？不可能啊。那肯定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的。他编的《宗经录》，后人称为《小藏经》。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提纲挈领编成一部书，大藏经太大了，谁能去读啊？他这么一编的时候，分量就大幅度缩小了，100卷。读这100卷，就等于把大藏经全读了。祖师大德的用心，目的都是帮助后人，后人怕多
怕烦啊，尽可能给你缩短，给你简化啊，希望你欢喜读诵受持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祖师大德要求我们三千遍，这三千遍不能少啊。最低的标准呢，你真想学佛，你就真干。啊，华严分量太大。80+40，120卷，除去当中一部分重复的，就是入法界品，啊，是重复的，重复的除掉，99卷。一天念10卷，9天才能念完一部啊！啊，这是学佛的人都知道，佛门第一部大经，84000法门都在其中。啊，怎么读？从头到尾去读。啊，都熟了。啊，完全能背诵。我们相信，从头到尾念一遍，不需要9个小时，应该3个小时就可以。那么你一天可以念3部，10天30部，啊，1个月可以念100部，1年1200部，华严宗的祖师。啊，《法华经》的分量很适中，它只有7卷，但是每一卷文字很长。啊，这个从头到尾念一遍，大概要10个小时。啊，一天念一部，1000遍3年。啊，3年，一心专注，一门深入，有开悟，有大彻大悟。啊，《六祖坛经》里头记载的法达禅师，就是一个好的例子。他在没有见六祖之前，诵华严经，啊，诵满3000遍，去见六祖。向六祖请教，六祖给他讲，他开悟了。啊，我们今天看到学佛的人，不但不开悟，越学越迷惑。什么原因？没有遵照祖师大德的方法，没有守住祖师大德的教诲，啊，自以为是，这个自以为是就是见惑里面的成见，
我们中国人要呈现。啊，五种见或者见取见跟戒取见，这两种都叫呈现。戒取见是因上的呈现，见取见是果上的呈现。错了，完全看错了。啊，而且现在人成见很深，自以为是，这就难了。遇到善友也没办法教他，多可惜。所以要谦虚，要能接受别人的教诲，接受别人的劝告，纵然别人说错了我也接受，我也诚诚恳恳的，人家才肯教你。啊，你要完全不接受，没有人，你错了，没有人敢教你，随你去吧，亏就吃大了。啊，最后一种是邪见。邪见者，不属于上面四种。一切错误的见解，就是错误的看法，都叫邪见。这五种见惑断尽了，真虚得万国，小乘出国，我们叫小小圣人。啊，这小小圣人有什么特征呢？有，他六根的能力恢复了两种。第一种天眼通，第二种天耳通。佛告诉我们，六种神通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本能。为什么我们的本能没有了？就是被烦恼障碍了。那么障碍天眼天耳的是什么？就是五种见惑。啊，五种见惑障碍这个，五种见惑没有了，这个障碍就没有了，天眼天耳自然就起作用。啊，天眼并不很大，反正在这个楼上，这楼底下什么状况你能看得很清楚，啊，透明的，你没有障碍。啊，天耳呢，大概可以不必用，手机了。啊，你的亲朋好友无论在这个地球上的哪个地方，啊。他在做什么你能看，你能见到，他说什么你听得到。啊，但是你没办法跟他对话。啊，这两种神通恢复。那么第二个，斯陀含果。叫二果，啊，翻成也来，又名二果。什么叫一来呢？他断欲界九品思惑当中的前六品，思惑。比见惑难断，我们讲烦恼习气，似乎五大类：贪嗔痴慢疑，这五种。啊，这个五种啊，
佛在讲经方便期间，把它分成九品。二国圣人，九品是和前面的六品断掉了，但是后面还有三品。这个三品呢，所以他还需要到人间跟欲界天受生一次，所以叫一来，就是一度往来。天上人间一次往来。那么出国呢，是天上人间七次往来。二国他只要一次往来，到人间来一次，然后他就不来人间，他在色界天，不是在色界天，是色界不错，四禅天修行，所以叫一来。三国阿那含翻成不来，星云，这是近代的翻译，把它翻成不还。不还就是他不到人间来了，他要断欲界思惑残余的后三品，他不再到欲界来了。那么而后受生呢，他就是色界无色界升高了。色界是四禅天，无色界是四空天，他在这个里头修行。他不到欲界，欲界六层天他不住，这个人间跟三恶道当然他更不回来。最高的四果阿罗汉，阿罗汉翻成沙子耶，翻成应供，翻成不生，这是什么呢？断尽上至非非想处一切思惑的声闻尘之结果。他把见思烦恼当干净。因为断尽了一切见思烦恼，五种见惑、五种思惑，通通断干净了，叫杀贼。杀贼是比喻，烦恼叫贼，他把它断尽了，不再受见思烦恼的干扰了。既得小乘积果，应受人天供养，故云应供。人天要修福，供养阿罗汉，阿罗汉是我们的福田，得福报啊，修福啊。所以他有资格应供，就是接受人天的供养，于一生当中尽诸果报，入无余涅槃，不再来三界，故曰不生。他永远就超越六道轮回，不会在六道里面搞轮回流转了，不会了。他处理轮回到哪里去了？到四圣法界声闻界去了，就是十法界了，他提升了。六道是个梦，醒了。十法界呢还是个梦，
所以六道是梦中之梦啊，这个梦醒了还有一层，必须再一个梦醒，他才真正超越十法界啊，超越十法界住在哪里？住一真法界，住佛的十宝图啊，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图，华严经上所说的华藏世界啊，那么证到阿罗汉果，到华藏世界去了啊，娑婆世界他不住了啊，他到华藏去了啊，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的十宝图，极乐世界，学密宗的，跟大日如来，将来往生密言净土，实际上都是一个啊，一处不同的名称，在极乐世界叫极乐啊，在娑婆叫华藏，在密宗里头叫密言，其实一个地方啊，一处而一名。名称不相同，是一个地方。这个事情我们要知道啊，所以众生真正是一体啊。楞严经上佛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跟你说真的，真的就是诸法实相。诸法实相是什么？是相思相许，不是真的。一切法只存在，我们今天讲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通通是相似相续，不是真的。真的相续，前念跟后念完全相同。也告诉你，前念跟后念不一样啊，没有一念是相同的啊，它相似相续，连在一起好像是相似，实际上它不完全不一样。啊，弥勒菩萨在《菩萨出胎经》上说得清楚啊！啊，告诉我们一弹指，32亿8000年，每一个念头就是一个画面，就是一个现象。啊，所以念念成形，形皆有实。形就是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。啊，物质现象里头有精神现象，实就是受想行识。啊，物质是色。啊，受想行识是精神现象。色跟心，就物质现象跟精神是一致的，是一不是二，分不开。啊，所以量子力学家明白这个道理。啊，告诉我们，我们人把它分成两桩事情是错误的，佛法是正确的。佛法讲五蕴，五蕴是一体，色受想行识。啊，我们今天科学，色把它分作物质、物理，受想行识把它称作心理。色法、心法分成两个，这个是。所以两个就发生冲突了，造成很多误会啊，也带来很多灾难。不知道它是一体，现在才搞清楚、搞明白。搞明白之后，科学家提出
一个总结，叫我们疑心控物，用受想行识控制色法。为什么？色法是跟着受想行识在变。啊，我们的心善、心慈悲，这个世界就变成天堂。我们的心恶，啊，尽干一些杀盗淫妄，这个世界就变成地狱。所以汤恩比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，他要救地球，不让这个地球在核武战争上毁灭啊，这都是境随心转了啊，他想出一个方法，让大家地球上的居民都能够回心转意，断恶修善，端正心念，改邪归正啊，这个地球就会变成非常美好啊，灾难永远不会发生啊。怎么落实？落实在文化教育，特别指出来，只有中国传统文化跟大乘佛法可以做到。汤恩比说的很有道理，管不管用？管用。为什么现在还这么乱？量子力学家少数人，他们知道，大多数人不相信啊。谁肯放弃自私自利？谁肯放下名闻利养？谁能放下怨恨？仇敌、冤亲债主，谁肯放下？真的，佛能放下，儒能放下，道能放下，儒释道能放下。儒释道教人要放下，为什么？因为外头境界假的，不是真的啊。你放不下是迷失在虚幻境界里头，你不知道事实真相，真相确实在你面前。你看晚上睡觉，人不要等死了之后啊，晚上睡觉跟死了不是一样吗？睡熟了，什么是你的？人家把你身体抬走了，你都不知道，什么属于你的？你能够常常做如是观，常常这样想，对这个世界的执着、占有、控制，自自然然就淡了啊，不再搞假的了，走佛菩萨的道路，那是真正有智慧、真正有觉悟人他们所干的啊，也做得非常辉煌，做出伟大的贡献。怎么样呢？边都不沾，坐而无坐，无坐而坐。他为什么坐？怜悯苦难众生，就为这个。
希望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。他在旁边帮个小忙，用什么方法？用教学。啊，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49年，干这个。方老师告诉我，200年前，中国都市乡村，大大小小的寺庙，佛教的寺庙，没有一个寺庙不讲经的，法师多样啊！我相信，为什么？那个时候出家人不容易，要经过考试，国家考试，考试及格了，发给你一个文凭叫度牒，你有这个度牒才有资格出家。啊，出家的资格是什么？上台去讲经去教学。你没有这个本事，你拿不到度牒。所以出家人个个都是有道德有学问，都能讲经都能说法。啊，度牒是清朝顺治皇帝废弃了。啊，他为什么废弃？我们听说顺治最后出家了，那谁发度牒给他？啊，所以他把度牒废弃了，他可以出家了。在当时，这印光大师有批评，在当时是有好处，很多人想出家，啊，解放了，不需要考试了，都可以出家。啊，但是留下的弊病麻烦就很大了。200年之后看到了毛病发生了，出家人不会讲经，出家人没学教。顺治皇帝没有想到这一层啊，他为了他自己方便呢，想得不够深不够远。啊，那现在怎么办？我记得应该有20年前，我第一次回国，在北京访问，拜访赵朴初老居士。啊，我们是同乡，见面非常欢喜，谈到这个问题，我就给他建议。国家办一所宗教大学，宗教大学里面对于出家人，就是从事于传教士，啊，他的标准的资格是要学会他自己的经典，他能讲，他能写作，啊，让他写几本书，或者是写几篇讲稿。那么这样就能通过，恢复古时候，啊，只要是宗教师都会讲经，对社会才会有真正的贡献。啊，金蝉佛寺是对幽冥界有利益了，对人间没有利益了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。我们活在人间要为人服务啊。啊，死了以后到鬼道，各到鬼道服务没关系。啊，不比各业道。这个要懂得。啊，所以我们在这道人做得不错，做得很好，像个人。啊，做出榜样出来了，来生就升天了，为天人服务。在哪一道为哪一道人服务，这就对了，这能讲得通。啊，所以相是假的，相是相虚。啊，
楞伽经上还有两句话告诉我们，真相呢是自心现量，不断之物。这两句话说得好啊，所有的相都是从念头生，这个大乘经上常讲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所以外面境界是相随心转。啊，不是心随相转，是相随心转。啊，那相是什么？相是不断之物，它不可得，它频率太快了。啊，一秒钟，我们照弥勒菩萨的这个说法，一秒钟生灭多少次？2240兆次的生命就在眼前，我们见不到听不到，六根都圆不到，事实真相今天被量子力学家证明啊，所以我们也有理由相信。话说在前面，我觉得20-30年之后，科学家非常可能把阿赖耶的三细相都找到了。这是宇宙的奥秘，宇宙的这个奥秘被揭穿了，肯定大乘佛法是科学，不是宗教啊，高等科学。先前年轻的科学家几乎都集中在研究一个问题，念头，念头从哪里来的，念头是怎么来的，念头究竟本来面目是什么啊，物质是找到了，物质是从念头来的，念头能生能现，物质现象是念头所生所现啊，所以它听跟着念头转的，它不是固定的啊，而且频率非常高，我们无法想象啊，不能体会。啊，那么四果不到三界来了。不到三界就是不到轮回了，不到六道轮回了。三界就是六道轮回。啊，它永远脱离六道轮回。我们再看下文，上元以上念老的注解说，得四种声闻果者，皆指断惑而言啊，都是指佛在《大小乘经论》里头所说的断惑真正啊，这个惑是迷惑，是实则诸往生者悉发菩提心，均是一佛乘。所谓声闻，只是显示其断惑程度而作顺俗之谈而已。念老这一句话说得非常好，把什么呢？把小乘的真相说出来了啊，要不然小乘呢，一般人轻视啊，小看了他啊，赞叹大乘贬低小乘
啊，这个都是严重的误会。所以这一段讲得好。啊，这四种声闻果是指断烦恼。你烦恼一断就往上提升。啊，这是张家大师教给我们。放下看破。啊，你看放下五种见惑就真的出国学得完。啊，再放下见惑啊，四惑九品里面前六品你就提升到二果。啊，那么最后把这个剩余的见惑剩余的三品断掉之后又提升到三果。断尽了，断干净了，就是四果。啊，四果就超越六道轮回了。啊，那么后面补充这一段的实讲实话，真实法，真实法的时候，每一个往生的人，这讲净土宗修净土的，啊，修净土也要脱离六道轮回。也要脱离十法界。啊，他是怎么脱的？净土法门非常殊胜，非常难得，啊，不容易遇到啊。他是一佛尘的，只要修净土，一定要发菩提心。菩提心是什么？真正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，真正发心想求生极乐世界。咱现在讲移民啊，我们从地球上移民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，这就叫菩提心。这个心就是菩提心啊，真有这个心，对这个世界没有留恋，念念向往西方极乐世界啊。那么这个人是在佛法里面讲他是什么根性？他是一佛成根性，成佛的根性。他这一生决定生到极乐世界成佛去了，不是声闻啊，声闻菩萨都不是，哪有人天？这个话让我们立刻就反应过来了，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，方便有余土，是佛的方便说，是佛从断惑向上逐渐提升顺俗之谈而已，随顺众生。这个什么？你能听得懂，你会相信，你能接受。啊，不是真实的，真实的一定要知道，遇到净宗，你是什么成分，也佛成。啊，也佛成的真感，真发现，对这个世间有丝毫留恋，错了。所以在这个世间，第一个，放弃。名闻利养，放弃五欲六尘，
为什么假的？对自己决定有害，没有利。第二个，与一切众生不对立，这个要放下。这就是真正消灾啊，真正的化解冤亲债主。我跟冤亲债主都不对立了。怎么不对立？我们每天早晚做功课，拜佛、诵经、念佛，最后的回向，一定回向冤亲债主。希望他们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，也能够念佛往生极乐世界。好啊，不要再做冤仇了。你要什么，我有的给你，别去计较。这个世界什么都是假的，能够舍得。你要我的命，我都给你。为什么？我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命都不要了，何况其余？这哪有舍不得的？有舍不得就麻烦大了。没有办法离开六道轮回啊！六道轮回的事情，统统舍得。所以在这个事情起心动念，真正是为利益地球上一切众生。我们想这个，不想别的。真正对大家有利我们做，有害的绝对不做。希望帮助地球上众生觉悟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再帮助地球上众生消灾免难。希望这个世界，这个地球能够永续生存下去，不要被破坏。地球上的居民，这一些众生都能够享受一生幸福美满快乐。我们遇到有缘可以做，尽心尽力帮助他。做完怎么样？不放在心上。绝不鞠躬。我做了多少好事，积了多少功德，没有这个念头。是真功德，有这个念头是假功德，假功德有果报，人天福报。真功德帮助我们提升到长极光净土。真的究竟的发生了，这个好啊，没有比这更好的。所以不能不知道，不能不清楚。真正搞明白，真正搞清楚，才能够完全放下。你一生做利益众生的事情，绝对没有伤害众生，每个众生都喜欢你。每个众生都愿意接近你，有法喜充满。那么底下呢，讲阿惟越智，又说阿毗跋致，弥陀经上就是阿毗跋致。在这个地方念阿惟越智，
阿毗跋致是旧译，佛经的翻译，旧译是玄奘大师以前都叫旧译，玄奘大师以后叫新译，啊，新译是阿惟越致，啊，旧译的是阿毗跋致，是一个意思。那么这句话的意思，它是从音译过来的，它的意思是不退转于成佛道路。啊，我们走的是成佛之道，没有走错，没有走偏，没有往后退。阿毗跋致就是不退转的意思。啊，你走的是正道。小本慈恩书曰：阿毗跋致者，阿之言无，毗跋致言退转，故大品经曰：不退转故名阿毗跋致。这个经跟论都讲得很清楚，啊，解释得很清楚，啊，意思是不退转。这个不退转里头包括三个不退转，不是一般的不退转，这个地方有解释。啊，我们接着看，今一个大阿僧祇劫修行之菩萨，方知此位。阿惟越致不简单呐，菩萨要修行一个大阿僧祇劫，才能得不退转，可见的他不容易。啊，那么小本经里面，啊，但是净土法门呢，大意于是，净土法门里面说跟一般经论不一样，啊，小本就是阿弥陀经，阿弥陀经上说，极乐国土众生生者，皆是阿毗跋致，这么便宜他就真的了，一往生就真的了。经曰，我们这个经本无量寿经经文上写的，未得阿惟越致者，则得阿惟越致，这个跟小本弥陀经说的完全相同。啊，那正是这桩事情是真的，绝对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非常幸运遇到这个法门。啊，又《弥陀要解》里面说：“阿毗跋致，慈云不退。”下面举出第一个：“位不退，如深流，不堕梵地。”二呢，“行不退，恒度生，不堕而成。”三念不退，信心流入沙婆罗海。它里头有这三个意思，必须三个意思通通具足，才称之为阿毗跋致。啊，很不容易修得的。啊，一般菩萨修到这个地位，要一个阿僧祇劫。啊，大阿僧祇劫，我们常讲三大阿僧祇劫成佛。啊，第一大阿僧祇劫修成阿惟跋致，再继续修两个阿僧大阿僧祇劫，才能成佛。时间
很长很长啊，不容易啊。那么净土法门一生完成啊，不必那么修啊，那么修很辛苦啊。啊，遇到这个法门，幸运持名，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到。这不是靠修，自己修的，完全靠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无量界修行功德的加持，帮助我们得到的。啊，阿弥陀佛帮助我们真能得到吗？真能。为什么？叫凭什么？因为你本来是佛，就这个道理。所以他才帮得上，如果你本来没有，帮不上啊。你本来有啊，这就好办了。啊，好比我们一个人到外面旅行，身上没带钱啊，这个朋友很能干啊，能够在银行里面提前是给你供给你消费啊，为什么？银行本来存的钱，所以他能提得出来。银行里头你要是没有存款，谁也不能把你提出来啊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慧能大师跟我们讲的我们要记住啊，他坚信信什么样子？他说五句话。第一句，本自清净，没有污染，自性清净。第二，本不生灭，不生不灭。第三句最重要了，本自具足，具足什么？具足无量智慧，具足无量德能，具足无量相好。换一句话说，在相好里头就包含着无量的财富啊！你自信本自具足啊，所以阿弥陀佛轻易就拿来了，让你享受啊。啊，你自己不知道你存款的密码，阿弥陀佛晓得，哎，他就能拿着你的密码去提款，来供养你。啊，我这个比喻很浅显，你能够体会到，事实真是这个样子。啊，自信本无动摇。本无动摇就是自信本定，真心是不动，会有波动现象，有生有灭，这是妄心，真心不动。所以怎样见真心？修定。定怎么修法？高级的禅定，眼睛在色尘里头修定，眼见色，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是慧。啊，如如不动是定，就是说决定没有受到外面境界的干扰，它一点都不干扰你。啊，明了是慧，你看不动是定。定慧双修啊，定中有慧，慧中有定啊。耳在音声上修，鼻在气味上修，舌在饮食上修啊，
酸甜苦辣咸呢？谁能辨味呀？意，从起心动念上修，记住清清楚楚，如如不动，这是真智慧啊！看得清楚的时候，动了心，起心动念，那不是智慧，那变成知识啊！波动的这种心，生知识，不生智慧。啊，智慧一定是清净心、平等心。清净心是小定，平等心是大定。平等是没有分别，清净是没有染污，是不受到干扰，是清净。啊，平等是没有分别。为什么没有分别？一体，整个宇宙。啊，老子都说得很好，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。啊，佛法讲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六祖慧能告诉我们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，自信就是真心。啊，整个宇宙是真心所现所变的，一体嘛，真的是一体啊！所以要爱呀、啊，不能有怨恨呐、啊。啊，怨恨的那个人跟我也是一体啊。啊，真正明白了，怨恨也没有。所现的是什么？大慈大悲啊！对怨恨的人，对仇敌，都是生慈悲心，没有怨恨心啊！啊，那些做错事情的可怜悯者，他迷惑颠倒，迷失自信啊，才做这么多不善业，将来怎么样？感不善果报在三途，所以他很可怜啊！你怜悯他都来不及了，你怎么会怨恨他啊？这是一般世间人不知道，真正学佛的人明了啊。所以有人说，真学佛的人吃亏呀，处处要吃亏呀，啊，要受罪呀。不是的，他看错了，他在吃亏，他在受罪。真正修行人没有放在心上，他怎么吃亏？他心还是清净，没有染啊，如如不动，没动，所以他的心充满了智慧，充满了幸福。真正流露出来的是佛慧啊，这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。那么就三不退，第一个位不退是阿罗汉，入圣人之流了，他不是凡夫啊，成为圣人。第二，行不退。行是指菩萨行，就是度众生、教化众生啊。像释迦牟尼佛在世49年，天天讲经教学，这就是行啊。行就是他干的事情，他干什么，他完全教化众生啊。身行言教。教化众生的事情他全部做到，
啊，做出榜样给人看，别人才会相信啊。自己做不到不行啊，啊，要做到啊，能舍身，身都能舍了，何况是财，何况是物啊？人执着头一个是身，有身才执着财，才执着物啊。啊，物是他享受的，他受用的，啊，通通能舍，没有一样不能舍。啊，行呢，恒度生，就是说，他不会堕到二尘，二尘是自利，不利他，也就是不主动教人，啊。阿罗汉，你向他请教，他也有慈悲心的教你；你不向他请教，他不主动的来教你。菩萨不一样，菩萨遇到众生，主动去教他。啊，菩萨有神通，能够看到这个众生过去时。生生世世累积下来的业啊，所以说法很契机，所说前世学过的不难懂，前世没学过的不说，为什么？他生疏听不进去啊，这是行不退。第三个呢，念不退，信心流入沙婆若海。什么是沙婆若海？沙婆若海是沙婆若是个梵语，海是比喻广大啊，翻成中国意思一切种子，沙婆若是一切种子啊，一切种子就是自信本具的智慧，像海一样大智慧，无有穷尽。啊，那么这个就是如来国海啊，究竟国为什么？智慧之海啊！啊，这个地方也有给我说明。别教须登初地，天台大师判教把释迦牟尼佛一生所教导的分为四大类：小乘、大乘，有别教，有通教，有圆教啊，加上前面小乘叫四教，四教里面，你看看别教初地，真的三种不退也。啊，别教是初地也，圆教呢初住，啊，华严是圆教，初住菩萨就真的了。破一品无明，证一分法身，方能双舍二辩，全归中道，念念流入沙婆罗海。真放下了，舍就是放下了，两边是什么对立的？就是边界啊，我是一边，他是一边，两边舍掉了。什么境界？就是讲一体。老子、庄子是这个境界，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啊！我跟万物，这是两边，
啊，天地跟根是两边，两边都舍掉了，一体啊，啊，没有天地了，没有我了，没有万福万物了，也没有我了，全归中道。中道也是个抽象名词，也不能执着，执着有个中道，你又来落到两边，所以两边不立，中道不存，完全回归自性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